哪个地方都有泳池，在加拿大，随便吃的就，然后他还配鸡蛋锅的，一般。但是他那个干锅的，你可以随便吃。他哪儿什么玩意儿？陈汤啊，你们去吃过吗？烤鱼啊，烤鱼那边还有那种干锅，吃过，干锅虾，啊，干锅虾，虾烤鱼好吃，虾也好吃，啊，还挺便宜的，20多，啊，一个人20，你知道在哪儿？他也跟我讲了，我几遍了，我咋知道？我讲100遍，我也听不懂。他怎么知道？我知道。还有什么下酒菜都有，我也知道，但我忘了那家名字了，皮蛋啥都有。上次没啥，那家他带我多下酒菜，是那个 Apple Front 那边有一个一家，叫 Food Republic。Apple Front 太远了，有点远，我们打车去的。老板，你有那么多事儿，我马上我要给你，我要给你，我要给我要。
可以来，也是就我们。现在我发现就是跟着